度放一点，比较敏感，这个应激行为比较强，胆小易惊，如果过来的话最好能给他信号，面对他猛然看到你的时候受惊碰碰撞导致死亡。像这个卧着不起来的肯定就下蛋了，小猪环的每一顿食物很重要，你要区分多大的猪环吃哪一种料，它才能长得快，它才能健康，它才能不生病。从它出壳到它长大这45天里面，这一批猪环能够健康的不一直不生病的长下来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啊。